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Bob Channel， 我是 Coco。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颗 Source Audio 的 Ventris Dual Reverb。Ventris 是一颗拥有12种 Reverb 效果的 Dual Reverb 效果器。既然叫 Dual， 那就当然意味着它可以同时间的使用两种的 Reverb 效果。在控制的部分，面板上面这几个旋钮都可以让你用来调整每个音色的参数，而中间这一颗长相比较不一样的，它是用来选择不同的 Reverb， 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Switch， 它是用来让你在不同的 Preset 中快速的切换 Reverb A 或者是 Reverb B， 当然摆中间的时候可以做成 Reverb A 加 B。 至于 Option Control 1 2以及其他的组合按键，它在这一张随和附赠的简易说明书里面都会告诉你在不同的种类下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很重要。经历了上一次 Source Audio Spectrum 那颗效果器之后，我这次学乖了，刚拿到效果器之后，我很快速的就直接把它连上电脑，因为如果跟 Spectrum 一样的话，那它一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功能是这上面你看不到的，但实际上它全部把它藏进去。至于要打开它的话，别忘记去下载他们的官方 editor， 不管是手机版也好，或者是电脑版也好，它可以开启 Source Audio 的另外一个世界。打开 editor 之后，大家应该可以很快速的发现，你能在效果器上调整的东西，在软体上全部都可以调整，而且还更好调整。像是 Reverb 的选择 A、B、A 加 B 之外，在软体中可以选择串联的 A 加 B， 或者是并联的 A 加 B。另外，在 Reverb 的选择上，除了一开始提到的12种 Reverb 之外，它的 Reverb 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Size， 也就是它的大小。除了特定的 Reverb 没有之外，每一种 Reverb 大概都会有三四种以上的 Size， 也就是说你只要接上你的软体，每一种 Reverb 再配合上它的 Size 去做排列组合，它绝对不止12种，远远远远远远的超过12种。不过大家应该不是很想知道这些无聊的宅知识，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应该还是会是它的声音。这次我调了四种声音，然后都会是用 Mono In Stereo Out 的方式去录制，大家来听听看。来，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
那种润饰垫底那种轻微的 reverb， 其实大家都做得到，而且很多家也都做得不错了。所以我这一次没有在这边多做琢磨，我比较着重的部分会是在这一颗 Ventress， 它可以做到多夸张、多好听，不论是单颗的使用，或者是 A 加 B 的串联或 A 加 B 的并联。如果对这颗效果器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看看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器，问问看他们，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哪一间乐器行有做 Source Audio 的效果器展售。一样的，我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去之前，先将你的编辑软体下载在不管是手机也好，电脑也好，选一个你习惯的平台。这样的话，你在去试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连接效果器。Source Audio 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就算你不连接编辑软体，你一样可以在效果器上很快速的挑出好听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有编辑软体，只要连接上去以后，它可以打开每一颗效果器一个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我真的诚心的推荐大家，如果要去试的话，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是狗狗，我们下次见。